新加坡直击杨采妮婚礼连嗨六小时，洞房侯嗨森。结了婚的聚会好 happy，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。昨天是杨采妮新婚后的第一天，她下午和姐妹淘们在附近的法国餐厅用餐。杨某请问饭店吗？可以。老公邱韶志也真够贴心的，提前半个小时去现场打点一切。餐后，邱韶志牵着杨采妮给媒体拍个够，甜蜜全写在脸上。他们前晚的婚礼从晚上7点嗨到隔天凌晨1点，连嗨了6个小时。邱韶志在婚宴上为老婆献唱经典情歌 Words， 可惜里面不给拍，咱们就借由原唱比基斯的歌声来感受这首歌的浓情蜜意吧。It's only words and words are all I have to take your heart away。在 After Party 上，新人和所有宾客大跳骑马舞，气氛热络。真唱婚宴宾主尽欢，四朵花为圣女许茹芸幸运接到捧花。接到捧花开心吗？开心。梁咏琪还自制短片送给采妮。我整嗰条 video 嘅时候咧，我揾到我哋第一张合照咧系1995年嘅时候，系差唔多18年前咯。Charlie 喺度睇嘅时候都不停咁样喊，咁好感动，即系好珍惜我哋呢一份识咗咁多年嘅友情。另外的新闻，新加坡直击之友情和爱情都长存哦，报道。